海边啊，遇到这个啊，你们别以为是好东西啊，感觉啊，是不是都是肉？其实这个是啊，不好吃啊。这个在我们当地啊，这个叫海臭臭，哈哈，它身上是有一啊，有一股异味的这个啊。你看它缩了，缩了，缩了。你看，一只皮皮虾，哇，好像得啊，寻找食物啊。你看，哎呀妈，今天找到啥了啊？找到什么好吃的了？哦呦喂，现在发现我了，哦，有点晚了我啊。这个有点小哈，不过也还行，是不是？可以回家提锅烧油。每次在海边啊，只要遇到这样的派大星啊，我都非常的高兴啊。哇，你看它不仅漂亮啊，而且还好吃，漂不漂亮你们说了算啊。嘿嘿，怎么样，可以给个小红心吧？这个位置啊，有个扇贝，哈哈，这个扇贝也不错啊，哈哈，就是上面长了一点小疙瘩啊，但是不影响啊，不影响咱们吃的啊。为了拍这个寄居蟹啊，我等了好长时间，它似乎啊感觉到我啊有点害怕了，你看不敢出来了。哇塞，你看，哇塞，这个房子有点坏了，这个啊，那要不要给他换个房子啊？啊，有点太旧了，这个房子。算了吧，还是让他自力更生吧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个水坑里边，你看，哇塞，哎呦，哇塞，啊，哎呦，哇塞，哈哈，哇，你这个鱼怎么样？哇，哇，脑子大，脖子粗啊！哇塞，不是个老板，就是个伙夫，是不是？哦，哪里跑哪里跑？哦，哎，哦，还挺麻溜啊，啊，虽然胖啊，很麻溜嘛。